欢迎到布鲁塞尔来旅游。布鲁塞尔奇遇，文化、巧克力和美食的美妙奇遇。大广场探险，漫步于大广场，欣赏市政厅的令人鲜艳的建筑。玛格黑特博物馆，欣赏其丰富的艺术作品。原子塔之巅，探索标志性的原子塔大厦，俯瞰城市的全景。漫画之旅，如果你是漫画迷，不可错过比利时漫画中心，了解比利时漫画历史。巧克力奇妙之旅，沉浸于比利时著名巧克力之中，探访巧克力最佳的巧克力店。三冈特内公园漫游，欣赏胜利门和各类博物馆，感受宁静。比利时华夫饼，体验市场各种各样的美味的华夫饼。欣赏布鲁塞尔美食，豹子、甘蓝。